所以我的梦想是让大家看到我打鼓，然后去台湾各个地方去表演给大家听。我叫张维荣，今年8岁。我的梦想是我可以到全国各地去表演，让大家就都知道我是谁。我叫洪福恩，我今年7岁。我的梦想是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演出。我叫林子俊，今年8岁。我的梦想是跟很多厉害的老师一样，到处去表演。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《毛小孩》，因为有很多流浪动物都被嫌弃，所以每一个生命都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把流浪动物收养起来。如果你喜欢它的话，你就不能嫌弃它；如果你嫌弃它的话，就像孤儿一样，没有爸爸妈妈。